我一直很想知道一颗人头值多少银两。十两。先帝送你来血滴子的时候，想过自己会有今天的成就？没有血滴子，就没有我。血滴子是见不得光的鬼魂。其实你不过是个妖言惑众的贱民。对不起，师兄弟不说这个。你宁愿相信杂种，也不相信我。你查我兄弟？你兄弟？天告诉我，我将要死，但是我不怕。如果明天死的人是你，我的命运会不会变呢？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。你和我的命都不是自己的，是皇上的。皇上要大炮干嘛？你有血滴子不是已经够了吗？朕不想让任何人看见我们大清不见光的一面。皇上的历史不能留下污点。是朝廷让我们做的血滴子，你也是污点。奴才无路可走的人我救。从先帝让我进血滴子，我从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。